大家好啊，我是高登的新任的 CEO 林祖信。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介绍我们高登讨论区的 YouTube 频道的全新功能，咁係會加設咗呢個嘅頻道嘅會籍，有別於而家 Facebook 入面嘅公開嘅設定。當你選擇訂閱我哋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嘅時候，再選擇加入埋會籍嘅話咧，就會得到一啲與眾不同嘅服務嘅。咁我哋嘅 YouTube 嘅頻道啦，會完美咁體現我哋富有特色嘅資本主義階級制度。当你加入我哋月费$80嘅草街嘅会员，街会员，草根草街草街嘅会员。当你选择啦加入我哋月费$80嘅草根会员服务嘅时候，除咗可以即刻留言，同埋使用我哋聊天室系官方自设嘅会员徽章啦、徽章啊，同埋一啲特别嘅表情符号啊，仲可以欣赏到我哋平时啦，我哋做节目啦，或者例如拍 MTV 啊。所有嘅特別嘅幕後嘅花絮，當你哋選擇加入呢個月費$150嘅一般會員嘅時候，就可以用埋一啲咧獨家嘅我哋為你哋設計嘅專欄案，咁就可以喺呢個聊天室啦，同一時間都係可以使用呢啲專嘅檔案啦。咁啦，去到啦最特別嘅$250嘅尊貴會員嘅時候，我哋啦高登啦，為咗同你哋觀眾建立一啲更深厚嘅關係，將會為咧我哋呢個階級嘅會員啦，發布一啲更加獨有嘅影片啦，同埋可以俾你哋啦提早啦睇一啲咧我哋未出街嘅節目。大家聽到呢啲咁特別嘅嘢時候，覺得好刺激咧，好想試咧。咁啦，我建議你哋啦，唔好等啊，即刻打開你哋嘅 YouTube 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再裝埋我哋嘅會員啦。好唔好？咁啊，鼠年都快到啦，咁啊，我林祖信啊，咁就想同大家將會訂閱我哋 YouTube 嘅觀眾啦，講翻聲啦，快高長大啦嚇，咁啊，步步高升啦嚇。喂喂，我食我唔食啊喂，好臭啊喂，唔好再噴啦喂，好唔好？喂，唔好噴啦喂。